我们新的一期 Beside to Story， 这里是明天会下雨。久违了，和我的狗狗，幸会幸会。我要是猜到了，狗狗肯定要跟我握手。狗狗觉得聊些什么好呢？最近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。哦，有趣的事情，请狗狗来讲一下吧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哦，狗狗想问个问题。我们的 cover 都发了，为什么就你的还没发？这个问题比较官方，可以不回答吗？这个，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你要忙的东西比较多，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喜等着大家。对，请大家多期待我这个 cover。聊聊你 cover 时，为什么选那个 cover 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就刷 B 站的时候刷到了那个 Superhuman， 然后就看着感觉还不错。我记得当时我好像跳完之后拉到了肌肉拉伤，因为那段时间一直在练歌，所以很少有那个高强度的舞蹈训练和一些大动作。大动作其实就是不是摁夸，也不是官方，就是说就是很帅，就是在我眼里就是最帅的，就那个舞蹈就是只有你跳能行。谢谢，在我心里你就是对的。嗯，那我记得你好像还有个雇佣者。如果雇佣者没有成为小学生神曲，我就把雇佣者发了。那你现在其实并没有说那个成为小学生申请有妈不好，只是我现在没有这个面子发。那你可以唱逆战啊，带大家回忆回忆我们的青春。你们的青春是逆战吗？他们青春好像是快乐崇拜。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都是。你在说什么？啊！我的时代，我的神奇代。这也是我上学时候怎么做的。我们是爱醒来的彩虹就像龙卷风。那我们就是雇佣者啊，我承认我是雇佣者。不是，跟你们不太一样，我的写歌曲是在那个在佛前求了什么，那个能不能再见面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百年，是几百年还是什么，几千年。因为从小就我们家爱出去旅游，然后就我爸开车带我们自驾，然后我爸的那个车上的那个广播呢，就一直在放这么一首歌 FM 96.5。 那你这青春不行啊，我的青春都是哇 Happy your birthday。 从幼儿园就开始听这种类型的歌曲，包括还有老狼老师的呀。老狼老师是谁？这该怎么解释呢？我的年少的记忆里边，我爸听的歌是天上飞的是什么，鸟儿还是云朵。那个西海情歌怎么唱来着？我给你搜，可以搜，现在可以搜。我给你搜，现在给你搜。我爸带我去 KTV 唱降央卓玛老师的歌，然后那会儿我就特别喜欢西海情歌。西海情歌是刀郎老师的。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，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，等待到那天天落下山落回来的屋檐，还在那里许情愿回不动我的那天。对，就是这个西海情歌，没错。今天回忆杀，不好意思，这都是我的儿歌啊。真的，我小时候就听这个，我的幼儿园启蒙曲。那是嘛歌来着？就我听过的歌你应该都听过，但你听过的歌我不一定能听，因为咱俩不是一个时代的人。确实。咱们聊聊那个吧，咱们第一次那个 performance 那个拍摄那个视频的那个时候，就在那个工厂里，那仓库巨多灰，后面你跳着舞，你没吸大口吸空气之后，你拿那个湿纸巾擦鼻子，你会发现是黑的。跳舞的伴舞老师们鼻子也都黑黑的，就是挺可爱的，有点像张飞老师。张飞老师是哪个张飞？是当时张艺德。谁？狗狗虽然说他知道有灰或者干嘛，但是他还是非常勤奋的在和我们那个老师学特技，就学那个翻。对，但是他手一拍那个地，那个灰能飞三米。那咱 part two 这个发的时候，我们 part two 应该已经发了吧？可以逼掉，就是我们的曲目是逼，还有逼。确实，这两个逼
特别的好看有意思，而且这次我们加了一些元素和一些元素在里面。还记得我们看偶像剧那天吗？记不得了。那咱们换个话题，别聊了。好。哎，你还记得咱们那天吗？不记得。就我们那个去年 cosplay 那天。啊。那天那个拍摄场地，跟我们拍那个偶像剧的场地是一样的。你这场地不是去过很多次吗？对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记忆最深的就是这次拍偶像剧那次。对啊，因为我只记得这次拍偶像剧那次，再往前的我就记不住了。就深聊一下那天拍偶像剧。其实大家会看我们那些词儿，有很多和那个原剧有很多不一样的，有些出处还是。其实当时工作人员给我们换剧情的时候，刚开始我是不允许的，但是奈何他听不进去。我们拍的时候有很多词儿是和原剧不一样的。其实当然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要翻拍，然后第二部分，然后我们是要想着去把这个东西应该创新，因为大家肯定对这些剧都是看了很多遍了，对，然后也是在心中是一个抹不去的，就是它的位置很高。我看完你的，没有看你的，我就觉得你已经就是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很高已经抹不去的一个位置。我信你个鬼。谢谢。就是影帝的话就不用这么谦虚，就不用跟我说谢谢。就其实我也蛮喜欢，就像我模仿王心凌老师那一句阿哲学长谢谢你，虽然模仿的有一点不太像，和那个王心凌老师有一些出入，但是请大家去头观看。当时我跟舒阳那会儿的时候是真的绷不住，舒阳搂我的时候完全就是说需要我一个半蹲的姿势，然后再往后侧躺，舒阳搂我的时候完全就是那个画面感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就很冲击。然后并且我还是饰演了王心凌老师扮演那个角色，然后我全程的唯一一句台词还是只有一句这个阿哲学长谢谢你呀，阿哲学长谢谢你，谢谢你阿哲学长谢谢你。我破音了，我都这样说到老师叫我们那个鼻咽腔的方式。王心凌老师请不要来打我，要打就打他吧，他抗揍。放心，王心凌老师不会看到这段视频的。此处应有掌声。兄弟们，这话知道什么意思了吧？该在评论区艾特谁来看刚刚这句话，明白了吗？王心凌老师肯定看不到，咱们你放心大胆说就 OK。王心凌老师真看这个视频。知道这个视频我们要做什么了吗？知道了吗？这条视频人家过10万。让王心凌老师 cover 我们的 Be Yourself。 Every day 爱你， Every day 爱你。10万赞翻唱王心凌老师的爱你。可以不？这我觉得跟我没关系啊。是你俩打的赌啊。那你要是没达成怎么办？没达成就没达成呗。没达成你就 solo 一段王心凌老师的爱你。凭什么？这样过了10万赞翻唱王心凌老师的爱你，没过10万赞，王心凌老师翻唱我们的，请我吃一顿饭。爱是个绝对沉默，不说。收，打住，够了，再沉默就过了，好吧？现到现在，大家已经估计笑得咯咯咯咯，再过了，大家就笑不出来了，好吧？你说，我不说，你说。说嘿有我，这是智障儿童，大家多捐点钱关爱他，捐到我的微信账户里面。我是被你今天干沉默太久了。 OK， 今天的瞎聊组合我们就到此为止。大家有没有被沉默到呢？有就扣一，没有就扣眼珠子。 OK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。如果大家真的想听我唱王心凌老师爱你的话，跟我没关系的那种。当然我不是很想唱。对，希望大家不要，一定要点赞过10万。哎，这样子，我给自己找活做好不好？大家如果过10万赞，我就唱爱你；如果没过10万赞，你给大家整个活。这样子，我给自己找活做好不好？不是，你别想让我没大赌，我帮你打。这样，过10万赞，狗狗唱爱你；没过10万赞，我唱睫毛弯弯，行吗？还是唱一样的，十万赞就 OK 了。今天的到此截止啊！
什么叫到此截止？到此截止了。对，好吗？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